好啦，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都有啲好消息俾大家嘅，俾部分嘅大家啦。咁講緊嘅咧，我哋首先播相先，播相第一張相嗱，第一張相咧，大家嗱就係、是、我呢排咧，成日喺度 sell 緊嘅安宮牛黃丸。 咁點解我要講多？次？啊我上次做呢一集嘅時候，林康正唔喺度啊。OK，呢個安宮牛黃丸係咩咧？其實就係北京同仁堂啊，或者馬白良咧嗰個牛黃丸一樣嗰類嘢咯、啊。咁但個藥效咧就當然係非常之誒、呃，我認為甚至乎會仲好啲嘅啊。咁啊，對於心血管啊、飽血血管啊、中風啊嗰啲咧，全部係即係有藥，即系藥到病除嘅功效。好啦，再睇第二張相，呢、這個就係一套嘅叫。 嗱，而家呢個係紙盒，但係我哋現貨咧就唔已經係用唔用紙盒，用木盒更加高級。呢、這個叫咩？安心牛黃丸啊，我都唔精心牛黃丸嚇。咁、嗯、啊，連住呢個安宮丸食咧，嗰、那個藥效我有，仲係仲係更加好嘅，就係更加勁嘅。嗯、OK，最後我哋睇埋嗱，睇下呢一個叫做護骨酒。嗱、嗯啊，我我幫你睇下，可唔可以推大少少張相？護骨酒。 嗯,嗯，不要温和，亏什么即系有个老虎，不要温和，OK 得啦，我谂你推唔大啦，唔紧要，我手上有正版。一上个礼拜到而家，我哋卖到吹鸡嘅，嗯，喂、嗯，第一呢、這个安宫牛黄丸对于心血管病作中风，OK，甚至乎中风后嘅康复，甚至乎中风就为咗中咗风啊，佢都有奇效嘅。嗱，北京同仁堂几钱一粒啊？七百七百几蚊啊，而家一粒，嗯。 安公牛黄丸呢只由北韩由北韩啊嚟到，由一个奇怪渠道啦。既然四海都讲，我不怕，不妨不妨佢讲，係、嗯、北韩嘅外交官拎过嚟嘅。咁北韩外交官香港有冇啊？嗯、我所知就冇啦、嗯。我真啊，就喺大陆落嚟嘅。咁我哋外交官当然有身份，多多都唔惊啦。咁、嗯、但系点样落嚟呢？咧？咁啊呢个啊四海嘅渠道，我就唔去查询啦。系咁啊，经历过咁多人。 Okay? 而最重要嘅就係呢隻嘢其實四海啊做咗成年嘅啦，嗯，咁但係喺我哋圈入邊嘅朋友呢，就個個認為奇效無窮，咁我呢，就唔知道，我真係唔知，所以好同我啲朋友同我訂親嗰啲，我同佢哋講，同佢哋講，你食完之後個效果點樣？因為啲人量開血壓啊，狼多曬啲嘢噶嘛，同我講翻，OK，好啦，呢一套安宮牛黃丸由上個禮拜同埋呢個清心牛黃丸呢。 其實就已經翻咗貨，個別我已經通過一通知一啲朋友嚟攞貨啦。咁但係點解有啲朋友訂訂咁耐我都未攞貨咧？嗯、因為好多朋友係一套訂，就連埋咩咧？就嚟連埋呢一支，有個老虎頭啊，有個老虎頭啊，大家見唔見啊？有個老虎頭嘅，哇！呢啊屌你啊長白山猛虎，屌！有個老虎頭嘅，呢一支護骨酒一齊訂。咁嗰陣時護骨酒未到。嗯 咁我点喂？于是乎，我嚟咗呢一个，我就只能够叫嗱，我又唔会话俾后面嗰啲净系订订个院嗰啲攞先嘅。我系好纯粹地等。总言之，喺前排前排嗰啲净系订院嘅攞先。但系跟住嗰啲有啲朋友咧，我唔系、啊，佢系走同院嘅，我就等埋走先一齐通知你哋。咁今日啲酒终于嚟咗啦，系嚟咗十二支。诶 <laughs>、呃，我买咗几多支咧？

同我订咗货嘅朋友唔使催我，嗯，我系好有好好，我系好有系统地系记录低晒你哋边边一个入咗钱落户口，因为大家系当朋友咁样，因为我连我落假落咗，我费事买都应付唔到啊。OK，诶、嗯呃，我会逐个逐个按番次再通知你哋嚟攞嘅。OK，咁究竟呢啲咁嘅酒或者啲医院有乜嘢奇效咧？嗱，丸我食嗰粒清心。 咁我有冇心血管病？我未中風，我唔知。嗯，又或者係因為咁樣而防咗我中風。本來我呢個上個禮拜中風噶啦，我唔知道。但係呢支護骨酒真係好撚有奇效。其實呢支護骨酒我覺得幾貴嘅。點解咧？五百 CC，嗯，如果你老母二百 CC 又唔係五百 CC，咁撚細支獅子油咁樣樣，要你五嚿水。咁當然啦，又要物流又要剩好多嘢嘅。嗯、但係我真係覺得係有奇效咯。誒、呃，特別係。 嗱，我我咁講啊，有啲朋友咧，你訂酒嘅訂酒，你唔識同我講點解㗎？又話以前跌親條腰啊，又話啱啱隻手唔知撞撚親，又話膝頭哥唔知做乜撚嘢。其實我係唔會理你哋，係因為賓州唔得，定係因為你啲骨唔得嘅，我係唔需要理的。但係的而且確，呢支酒係有妙不可言嘅效果。佢嘅妙不可言係比妙不可言嘅印度神油，佢嘅妙不可言。 系比妙不可言嘅马六甲更加只能够两四个字形容，就好似呢只老虎咁样，虎虎生威，招招、嗯、有劲，好似嗰个咩 MGN 咁样咧，一喺我电影开头咧，哇！不过只系狮子，系啊系啊，嗰个系狮子。OK，好啦，咁如果大家你话喂，咁你冇放我唔肯订啦，咁啊你咁样睇我冇所谓嘅，反正我赚咁少钱，我要同阿四海倾下偈噶啦，屌、嗯、你不，嗱你唔订。 或者你越遲訂就越遲有，早訂又未必咁快有，但系你遲訂一定係遲啲有，系啊、嗯，系咪系嘛，咁好簡單啫嘛，OK 嗱，稍後時間我安宮牛黃丸就會誒嚟、呃、大貨噶啦，可能唔係呢兩三日嘅事，咁、嗯、我就會通知大家咧，淨係訂丸嗰啲朋友咧就去誒攞咗丸先、嗯、，OK，而今日啱啱上嚟個網友咧，好似佢嗰支酒係攞得噶咯喎，佢咁<是>早嘅咩？佢咁早嘅咩？ 系啊，但系佢之後係訂了很多好多支喎，嗯，所以我覺得如果嗱，我俾我咁樣建議啦，呢支骨酒你睇下有冇需要啦，嗯，啊，我我我我冇乜所謂嘅反而，但係我自己建議，我啤你建議咧，嗱，我雖然未有咩 feedback，呢一套嘢一定要擺喺度，真係有屋企老人家自己有咩事咧，哇，係唔係你睇到含下唔下。喺對你個中風康復後記住，香港每六個人一個中風，中風係最撚大鑊嘅嘢，後生就唔知。 年纪大咗就知零即系喂屌你咁真系真系真系零死都莫叫中风啊！k 咁呢一盒嘢咧就系、是、可以真系开门口啊！OK，我唔开得啦，因为呢个两个木盒呢、這个木盒几华贵啊！咁其实而家北韩咧即系北朝先啊，即系肥仔金啊，嗰、那个嗰啲外交官咧已经开始漏我做第啲嘢，但系我全部唔制住，点解咧？嗯、因为我一定要 make sure 啲人用得好先，系<是>用得唔好佢做用咩啊？嗯、所以你哋咧用过嘅都要俾翻 feedback 我，认为效个效果系点样？ 嗯，記住咁啊！呢啲係誒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安宮牛黃丸同埋呢一個清心牛黃丸一套，價值一千二百蚊。至支支虎虎生威，令到力久不衰，朝朝有勁。屌你老母嘅，護骨酒，嗯，每支零售價五嚿水。OK，咁要訂貨點樣啊？記住 WhatsApp 去六六九八二四二九。嗱，其實我上便講下，有啲朋友好得意嘅。 咁我哋有三個電話嘅，一個就我私人電話六六九八二四二九啦，9 9, 嗯、一個亦得我私人電話九一零零二六九三啦，93, 一個就是公司電話啦，係八八幾啊？八一零八四八一一零誒一零九七一零九三 w h a t e v e r 啦。佢哋好中意咧，做完一樣嘢咧，就 WhatsApp 三次俾我嘅。嗯、我哋同大家講，其實都係我一個人睇嘅啫。所以你 WhatsApp 一次俾我得噶啦。就唔好呢度 WhatsApp 嗰度 WhatsApp，搞我要對嘅。嗯，咁、嗯、啊 即係如果你哋話喂，我真係唔等得啊，想打先排到呢樣嘢就唔存在喺我哋嗰度㗎啦。咁但係呢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呢，反而即係你哋而家呢個我係買得多好多嘅其實。嗯。因为啲人要春藥啊嘛。但係其實我覺得反而呢，因為呢個你最多奔州唔得，即係啲骨痛啫。但係真係有咩事呢、這個係救命咁大佬。O K、嗯。咁啊、okay? 嗯，各睇各啦。嗱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。係，越講越長，啦今晚就要睇呢一個利物浦 即係絕地反擊啦！咁睇翻數據咧，利物浦進級嘅機會係零咁滯。但係進級嘅機會係零咧，原來根住數翻香港零一咧，過去喺主場即係喺作客輸上三球。不過喺四強就未試過。但係其實近年越嚟越多呢啲數據打破，嗯、你唔能夠話冇機會唔能夠，但係真係難嘅。而且好似沙拉同埋啊阿邊個都唔出喎，同埋啊啊嗰個巴西仔叫咩啊？法明路。法明路，法明路。咁啊，或者佢哋唔出有佢哋唔出嘅好啊。